首先对我儿子涉案，浪费社会资源，造成对党的伤害，深深感到抱歉。浪费社会资源，造成对党的伤害，深深感到抱歉。昨天评委会没有 对我儿子做出决议，我非常感谢何世伟委员的力挺。何世伟委员有情有义，但是不能因为我们的失仪造成对党的伤害。我建议党应该尽速召开评委会，对赵介佑处以罪，严厉之除名处分。我只是北投地方的小人物，不是什么党政高层。媒体不要放大我的地位与影响力。有幸承蒙陈胜龙董事长一路栽培提携，在15年前，2006年进入市党部担任执委的职务，后来担任评召。虽然都是地方党部的党职，在此还是感谢陈胜龙董事长的一路提携。儿子涉案，我最对不起党与陈胜龙董事长、何世伟委员。你们昨天在评委会都有儿子的力挺，我敏感无内，希望此事到此为止。评委会尽速召开，尽速处理何世伟委员这份情谊，我感受到。有生之年，我会全力支持你们家族的任何选举。谢谢大家。